戒惑四悉檀之一。啊，四悉檀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揭露三藏法书里面所说的。啊，习是遍的意思，普遍的意思，一个也没有漏掉。谈是梵语，谈闹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是，是不是。啊，那么悉檀两个字连起来，就是普遍施于一切众生。啊，佛有四种法。啊，菩萨一定要遵守的，用这四种法普度众生。啊，普遍布施，也就是教学。第一个叫世界懈怠。是，是个别的意思。戒呢是戒分，盖由众生呢根器浅薄，故佛随其所欲要闻，为之次第分别而说，令生欢喜，这个叫世界懈怠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，啊，他分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阿含讲了12年，阿含是小学，这就是世界懈怠的意思。你智慧没有开。烦恼习气很重，给你说高深的佛法你听不懂，给你说伦理，说道德，这个你懂。啊，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教人是从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教同谋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教？从出生。啊，要多教到多久？大概要说教到15岁。这个15岁，从出生到3岁，根之根，根本的根本。啊，15岁之前着重在品德修养。啊，这个教育坚定下来之后，他一生不会改变，他不会变成坏人，他是好人。啊，小学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小学12年，他不是从出生做起，他是从你拜老师那天算起。不管你多少岁，你见到释迦牟尼佛拜他做老师，啊，那天算起，12年，学小乘。啊，小乘里面偏重在伦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偏重在这些。啊，12年之后提升了，你有这个基础了，提升到中学。啊，中学是小学的提升，是大学的准备。啊，叫方等。啊，方是方法，等是平等。啊，开始让你接受平等。
平等方法这个概念啊，这个经典也非常丰富啊。我们净土宗的经典都是属于方等的啊，方等八年，你看加上前面阿含二十年呢，才是大乘的基础。没有这20年，大乘不行啊。入不进去，程度不够啊。那方等，前面通小乘，后面通大乘，它是衔接的。啊，这20年之后，佛讲般若，那是纯大乘，那是大学，佛教大学，讲智慧，开智慧了。大学班多少年？不是4年8年的，不是啊，22年。佛讲经教学49年，他占22年，几乎占一半。啊，这是佛陀教育主要的过程。说什么？说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诸法实相。这里头是什么？是高等科学。高等哲学啊，它不是神学，它是哲学，它是科学啊。今天量子研究发现全在般若经里啊。最后8年就好像研究所一样，有8年啊，佛讲法华涅槃啊，法华讲到圆融自在啊，也等于说把前面的阿含、方等、般若整个融会贯通啊，好比是研究所一样。达到登峰造极，所以说成佛的法华啊，开智慧的楞严，楞严在方等啊，方等时候讲的法华是最后啊。中国古人特别喜欢这两部经啊，一个开智慧，一个成佛。那么这个教学就是世界学坛的意思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为人学坛，为佛语说法，必先观众生机器之大小啊，即是根基啊，气也算是根基啊。气是比喻，好比是容器，你这个容器大小能装多少啊？你这个杯子大装得多，那杯子小就装得少啊。你的练气量大，佛就教你大法，你心量很小就教你小法，因机施教啊。这个是一切时一切处佛对一切众生应机施教，是这个意思，跟前面不一样。前面是一般的啊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啊，这个呢是
面对面教学，无论在哪个阶段，我怎么样教你，是活活泼泼的，不是呆板的，一定要让听的人得真正受用啊！所以佛能观其言，续根，这是续种，也就是我们讲续根现身，然后趁其机宜而为说之，令生正信，增长善根，故名为人懈怠。啊，佛要成就人，大根性的大成就，小根性的小成就。啊，可是净土宗呢，小根性的人变成大成就，这是特殊法门。但是问题呢，他真心，真正是个老实人，是个听话的人。啊，这种人好教。可以教他最上乘法，啊，最上乘法就是心愿持名，那个心是难心，哎，他能行，他不难，啊，对声闻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都很难，他们不能接受，又怀疑，锅炉匠不怀疑，所以对这种人呢。可以给他教他上上乘法，啊，他老实真干，所以老实听话真干，那是佛最喜欢遇到的人，啊，这种人叫上上根人，为什么？他接受的是上上乘法。他成就的是上上的品位啊，锅炉匠往生。我们想想，他肯定不在凡圣同居土啊，他没有到大彻大悟，距离大彻大悟不远。我们能想象得到啊，他能预知时至，这个定功就不是浅的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佛来接引，首先是佛光助照，佛光一照，他就翻一翻，等级就提升。啊，他如果是功夫成片，这一番呢就是四一心不乱。如果他得的是四一心不乱，这佛光一照，他就变成理一心不乱。理一心不乱，那就是阿惟越之菩萨，弥陀不加持他也是的。啊，那么最低的限度。它是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，我们凡夫可以做得到。有功夫成片，往生的时候就是方便有余土，它提升了，佛光一照，马上提升一倍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懂。啊，那么四悉檀我们要学，对自己有好处，对别人有好处。啊，这个是佛教学的一些理念方法。第三个，对治悉檀。啊，这是看众生他的习气，哪一种习气重，要帮助他对治。如果众生贪欲多者，交观不净，用不净观来对治，
嗔恚多者呢，叫修慈心；愚痴多者呢，叫观因缘。这就是因病施药。他有什么毛病，就用什么方法来对治。每一个人的根性不一样，老师很厉害，他一接触的时候他就了解。早年我跟李老师，那一年31岁。到台中去拜老师，老师给我三个条件，但是三个条件能接受，我收你，收留你；不能接受的，你另找高明。哪三个条件？第一个，你过去所学的我不承认，完全作废。过去我所学的，跟方东美先生学的，跟张家大师学的，这两个人李老师都很佩服，但是他不承认。那是从今天起，你要跟我学。那任何法师大德到台中来讲讲经，来讲开示，你都不能去听，只能听他一个人。第一个，过去的学的，他不承认。我们听到他老人家讲的，跟以前老师讲的不一样，都不能问。那个不承认的。别提专听他一个人。第三个条件呢，从今天起，你看文字、看佛经也好，看世间书也好，都要得他的同意。他没有同意，不准看。这是三个条件。这三个条件是什么？对治懈怠，你只要晓得我什么毛病，喜欢读书，什么都看，知道东西很多，所以常识很丰富。这是毛病啊，是不准你看，不准你听。叫你把那个心都收回来，专一。当时我感觉到这个老先生好像目中无人了，这么跋扈，只有他没有别人。实际上他是唯我是的。我们先把条件谈好。那就是不准我要改我的毛病。光学多闻不准，为什么？那个不会成就的，那只能学一些皮毛知识，把精力时间都浪费掉了。实际上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大成就，只要你把时间掌握住。我们吃亏呀，前面30年浪费掉啊。前面30年要晓得一门深入，就不一样了。那真的功夫成就了。好学，专门学一样，这一样钻通，说不定就见性了。长期熏修。读书千遍，一不熟，
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不一定要佛经的，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只要你转到基础，你就见性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是自信变现出来，所以一切法通通能见性。啊，不一定是佛经。啊，所以会的人，大乘经上常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会，确实。啊，不会的，华严经也不是佛法。你不会吗？啊，法，佛一开口，一切法。一切法除了佛法之外，其他也都包括在其中啊，没有说哪一法例外啊。啊，那我们讲，我们学佛能成佛，我们学圣经能不能成佛？能啊，没有说那一法是例外啊，没有啊。会的法法都是正法，邪法也是正法，不会的正法也是邪法，对你不起作用。这佛法快啊，佛法没有边际，佛法是圆融的啊，入进去之后就不出不来啊，它真有味道，叫法味浓啊。啊，世间通通放下，为什么呢？世味哪有法味浓？啊，这个法味只要觉，一切法全是佛法。啊，并不限于佛教这些经典。啊，经典是佛说的，没有说的太多太多了，全是佛法。啊，都能帮助你觉悟。都能帮助你达到一心不乱。啊，所以这个对治就是为对此等诸病说此法药，便是众生。啊，众生有毛病，那现在地球上众生真的出毛病了，什么毛病？今天社会整个动乱，地球灾变这么多，什么毛病？病根在哪里？啊，病根在信心失掉了。那我们去问问人，去做个调查，你去问。哪个人对自己有信心？对自己都没有信心的，这个玩意严重了。对父母有没有信心？啊，父母年岁老了，六七十岁，问你对你儿女有没有信心？你对朋友有没有信心？现在全都是问号。这个麻烦可真大了。人无信则不立了。啊，中国人讲无常，仁义礼智信，信德是最低的。啊，最高的是仁。啊，第二个是义。第三个是礼。第四个是智，最后一个是心，心没有了，一切完了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自己学习，我们帮助别人，建立信心是第一个目标。啊，净土宗特别要建信心。啊，有了信心，再劝他发愿，有愿心。有了愿心，劝他一向
转念，那他就成功了。啊，他的一生笃定成佛了。啊，这个法门，四悉檀圆满的。啊，四悉檀最后一个，第一义悉檀。第一义就是真谛。就是本性，就是真心啊，为佛之众生的善根一书，为即为说法了，令其得悟圣道，这叫第一义悉檀啊，入理往生就是入理啊，到达极乐世界就是明心见性的啊，极乐世界的身法性身啊，居住的环境法性土啊，啊，明心见性就落实在极乐世界，所以到极乐世界不是理上的明心见性，是事上的明心。那离世完全圆融了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